是中华民国空军特技小组在去年重新整军之后，采用 AP-3型教练机为表演机，以6机编队首次公开表演。目前特技小组成员共有7位，全部都是由空军官校的优秀教官担任，平均飞行时数都在2700小时以上。黄永顺少校是特技小组的领队，他飞1号机。 也就是所谓的主机。2号机是由陈家少校驾驶，他的飞行总时数已经高达3400小时，同样也拥有3400小时飞行经验的陈文胜是飞3号机，4号机则是由教官中的教官国璞驾驶。时间，5号机和6号机分别由汤国章以及黄宏基少校担任，他们同时也是这次表演高难度动作。 双机正道飞的主角。另外拥有2900小时飞行时数的宋天森少校，则担任预备机的任务。他们从去年4月份开始，经过1个月的甄选和测试，通过检定之后，组成了目前的特技小组，运用教官教学之余，练习飞行特技表演的动作。 飞行特技表演不但要外行人看得刺激，同时也要让内行人印象深刻，做到有惊无险的地步。这其中表演用的机型相当的重要。这种漆上红蓝白三种色彩的 AP-3型教练机，是由我国中科院航发中心自行设计成功的教练机。它具备了2具各3500磅推力的涡轮扇叶发动机。 平均速度相当于1马赫，最大航程1700公里。加满油的空中续航力大约是3个小时，具有省油、噪音小、很推力大等等特性。尤其是 AT-3加减速性能相当的灵活，转弯半径小更是这次被特技小组选为表演机的关键。同时，平常身为教官的特技小组组员。 不论平时的学科指导或飞行训练经验中，对这个机种已经相当的熟悉。首先了解了飞机的特性，再选择适合表演的项目，操纵起来更是得心应手。担任主机的王永顺表示，世界著名的飞行特技小组都有采用教练机为表演机的趋势，而 AT-3 是目前我国最适合选作表演机的机型。 主要在于它的灵巧性。各型特技小组都有采用教练机为表演机的趋势，而 AT-3 是目前我国最适合选作表演机的机型。主要在于它的灵巧性。比如说，那个做跟斗，我晓得武力是450里做，那我这个飞机只要350里，那如果用350里叫武力来做，整个编队型要完全编队，我想应该是。 没有办法达成那个这整个科目的操作。那第二个是它机控的那个转弯性能相当好，像我今天做的那个小转弯，我保持我训练速度350里，我保持3.5个击飞，整个小转弯完成速度不减，而且我只用85的油门。那如果我想保持这么大的机率，同时又要保持一个完整的小转弯，我想加速的话，我只要大把油门多加一点点，它就可以保持，一样可以保持这么大机率的小转弯。 同时还可以加速。表演一个编队左铜滚，铜滚的这是4机钻石队形做出左铜滚和右铜滚的动作。它的困难度是主机做出动作之后，其他3机必须很有默契的一起完成平面滚转。这其中的关键，除了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避免危险。 各机飞行员还必须斟酌其中微妙的动作差距，稳定的从平面滚转，形成完美的画面。陈文胜是4机钻石队形中的一员，他认为铜滚的动作是编队动作中比较难的一项。除了主机必须做出精确的动作，其他3机必须很有默契的配合，这其中就要运用一些技巧了。 因为整个滚的操作来讲，对于你的高度的变化也比较大。因为你飞机在从正飞到倒飞之间过程当中啊，
这个尤其要经过倒飞以后啊，这个角度要是不够的话，你在载出来这个过程当中损失的高度会很多。那如果说你在进入的时候角度没掌握好，载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会很低啊。所以说这个跟掌机的操作的这个状态的掌握，它进入的时机，还有它的高度、它的状态、身体速度都有很大的关系。编队特技完全是操作技巧和精确飞行的完美配合。这种以六机三角队形所做的连续筋斗，就是一种高难度的表演动作。由于筋斗是空中拦截和攻击敌机最有效的动作，而表演则是将基本的动作发挥到极致。因此，飞行员本身除了自己的技巧纯熟度之外，还要配合团体的默契才能做到。另外，飞行表演不同于一般飞行任务之处，是在于它必须在低空低速情形下做出有惊无险的动作。距离地面300尺的低空交叉通过，单机四连滚和双机相距3尺的正道飞动作，都必须在高空经过不断的练习，才能够慢慢的降下高度，在低空表演。有任何一点的疏忽，马上就会造成人机失事。在国际间著名的飞行表演小组，例如美国空军的雷鸟、海军的蓝天使，以及英国的红箭等等小组，都在国际间享有极其崇高的荣誉。但是在追求完美的演出时，仍然无法避免失事发生。Getroffen und stürzen aufs freie Feld. Das Unglück noch einmal aus anderer Perspektive. Der einzelne Düsenjäger sondert sich ab, rast von rechts auf die Gruppen zu. Die Maschine überschlägt sich, fliegt in die Zuschauer und explodiert in einem riesigen Feuerball.到目前为止，特技小组没有发生过失事的事件。为了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除了要靠个人的反应之外，主机的带领也相当的重要。主机在做各种动作的时候，要具备100%的自信，同时还要顾及安全。这其中的技巧就是从经验和不断的练习中得来的。像比如说我做跟斗的科目就是我带起来以后做一个翻滚，然后向下俯冲，再改出。那如果说我掌机在整个向下俯冲的过程当中，那个改正，譬如说那个速度大了，或者我带的机力不够，我带杆量不够，飞机起不来，对，这种情况。那如果单机呢，你自己身为一个飞行员，他判断有这个危险的状况，他可以很迅速的脱离这个危险的境界。那今天编队型不可能。掌机的到那个操作讲求一个柔和性，因为我今天动作粗一点，他们僚机绝对没办法怎么跟不上。由于现任特技小组成员都有教官的任务，每天半天的学科指导和至少2到3个小时的飞行训练，而且现有的10架特技小组涂装的飞机还要提供学生作为飞行训练之用，因此特技小组尽可能抽出大家空闲的时间，每次练习的时间大约是30到40分钟，每个月6次，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和不违背主要教学任务之下进行特技表演的训练。飞行表演讲求的就是动作一致，不仅在空中呈现完美的技术，在地面上的各种动作也都吸引着观众的眼光。